哎呀我的亲啊，不是咱哥。我就合计今天不是有时间吗，带你们出来玩一会儿呗。这大冷天给咱整这来了。那小时候不都这么吗，冷天这天最适合出来玩，那小时候少带你出来玩了。这多大岁数了还玩着小孩玩的啊。多大岁数了你小孩玩着玩着玩上你也开心呢。嗯，这么说在哥眼里面永远都是孩子，是不是？等会儿我去拿点这装备去。啊哥你也去慢点，别怕啊。别跟哥那么说话。他也是想带你出来散散心吧。这太冷了，关键是嘴都要冻瓢了。东北的孩子还能不耐冻，玩儿一会儿就热乎了。反正也是，我哥最喜欢就是这个冬天玩点什么冰车啊、抽饼嘎啊。小时候那时候条件不好，我小时候我哥净给我坐那冰车，带我推我玩了。可能年龄也大了，没时间了呗。今天就好好玩呗。哎，行吧，玩开心了就行。就找着了个冰车，但是那个。钱呢没找着，哎呀，对付玩吧。小时候不都是你推我推你吗？现在合适吗？没事儿，有啥不合适的呀？都一家人，相互推着玩呗，出来不就散起来吗？是不是？小凡啊，哎，以前呢，小时候是我推他，成天跟着我后屁股玩。那现在呢，我觉得吧，你来推他吧。我唯一的要求，别推卡了就行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能照顾好他，不让他拽了。我说的是玩的事儿啊，没有别的意思啊。啊，明白。走。我推你了。上。不是，就光是出来玩儿，那以后你哥谁管呢？你不推他？哎呀，哥，以后我能推你，放心，多大岁数能推走？能行吗？放心，哥，孩子，骨肉都能推走。上，快，走。今天咱合适，今天咱就一起玩，没事。来，坐，慢点，对吧？哥，你这两年吃多少饭呢？不是你不行就别勉强了。没事，哥，这不现在有我了吗？我俩一起。走。我总算知道为啥我跟要叫咱俩一起出来。行，就是怕一个人推不动。腿儿怎么意思呢？怎么这么？